台中把台湾最棒的都放在花博。聆听花开的声音，地表最大的机械花。永续家园四口之家，最自然也最前卫的低碳生活基地。友达唯美馆，全台最大556寸显示器拼接墙，全台最大符合国际标准的马术竞技场。艺术为界，全台最长的铁雕剪纸艺术。花舞馆，诉说台湾兰花王国故事。竹鸡馆，全台唯一入围建筑奥斯卡 WAF 世界建筑奖的公共建设。智农馆，超过1000种以上世界珍稀植物大公开。冠军花车，国庆票选全台第一冠军花车。花与光共舞，花博日夜皆美。台中送给世界的礼物。漫步森林，百年马场，水岸人文。聆听花开的声音，2018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。